会当讲是信义乡高经济农作物之一高山莲雾，即卖嘛当是大出的季节。万美村的农民最近就无闲伫咧采收，不过拄着连续两礼拜的落雨天，也造成碧果率降价，和农民是真无奈。不过农民强调，这莲雾的口感并未受到影响，依然是真好食，也欢迎介意食高山莲雾的南投乡亲会当来产地购买。啊，这个最怕雨水多，就容易裂果啊。农民顺势过横，也注意莲雾的生长状况，因为山顶的连续落了两礼拜雨，农民是真无奈，因为雨量那济，莲雾裂果的状况也增加。果形跟那个它的大小应该是还算不错了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放在特 A 了哈。可以，在夏季照顾那个莲雾是蛮辛苦的。高温高湿真的是蛮辛苦，很不容易照顾。做农就是爱看天吃饭，面对连续的雨天，农民啊积极做好田间管理甲排水。面对三季的来到，最近在信义乡望美村，农民当看到果农无闲采收，然后进行分级包装的工作。挑选的分级就是手的指甲，因为莲雾皮很薄，尽量不要抠到。然后我们分级啊，分很多种。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天气雨下太多，所以裂果有。成数也比较多一点啊，它不是坏，它只有裂果，所以它的甜度啦，它都不会跑的。信义乡望美村目前高山莲雾已经种植有30家的面积，信义乡农会也希望未来党来推动者，成为南投县的莲雾生产专区。那大部分都集中在望美社区这个地方，所以俨然成为一个好像莲雾的一个专区。那我觉得我们农会在未来的话，会朝向一个设立一个莲雾专区的一个方向去发展，这样对莲雾农的未来会更好。做辅导这样子，然后会教我们，还会去上课，然后跟我们讲一些照顾上的常识，要注意的一些病虫害的管理方式这样。所以农会在这一方面啊，对我们农民的帮助辅导的蛮好的这样。如果自己来买的话，我们就大概就是卖市场价给他，因为我们不用装，不用包装费用哦，然后又不用运输费用。高农也强调，欢迎来信义乡向农民来采购莲雾，批发价介绍实在真个好，加上中秋节送礼自用，拢相当适合。三季将一直到11月底，记者金山昌报道。